哇，欠现在赶快来找一张，欠下次给，对，给就好了，带师傅来给他挑。我怕你们哈，又要去买一个房子才能挂。不是，你们会说这个乱话。不会啊，不会了。你看国际有名的，怎么可以乱话？话本来就是要乱话，谁不是乱话？哪一个人讲乱话？要真正的要乱话，又话不出来。真正的乱话乱不出来。乱不出来，人家乱谈，乱。人家也有一个乱谈的啊。乱比。纸张都准备好了，进去了，妈那皇宫。哎，归了，哎，他这样子不够诚意，就拿我的纸。你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你宁可欠一张，然后哈，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先讲，他欠一张，那这哪有用这样子的？先生，赶快去挥一下，我就拿在这个车上。班长，我提出来，叫看大家啊，那边看业绩也上好。我这边有提，这不好啦。哦，我这边看到。我这是那个奋言法师呀，真的是。这是九龙壁成立的时候开图，我们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叫。我们也要叫那个对啊，往这里啊，要用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去用这个。你下一期开。开课的时间你不下，下礼拜停课，再下礼拜又停课，停两次。停两次不算，停两次也是去美国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上一次哎、欸，下一次上课是2月21，哎、欸，二十一哦，21号，那个什么上面都有写啊。无啦，你写，你来遮佚佗啊！我见到来遮惊惊的啊，迄个那种。无写啦，无写。可是如果是下一次是黄淑美做值日生啊，你看他没有值日生的也没有，那有做值日生的就是要上课啊。哦。挂几张卡？对。二月二啦。嘿。写后边我先。啊，无先写你的主张卡。会使呗，哎呦，会使呗，签字诶，值钱，一日值千金呢，用签字签哈，7月21日，他就是专门在管。我就写上课就好了，啊，其他的时间我就不要写了。再翻呢、啊？前面没有那么后面。啊，你会使袂？你咧笑啥啦？啊，袂记起。啊，无我就要敲电话啊，你会使袂？对对对，啊，你我敲电话好不好？好啦。啊，阮太太来食，你讲我是班长哦。袂使讲小三啊！袂使喊小三，等下我哎，哦，你哪有一个又起会出来啊？哦，遐严格。如果是有人打电话给你们说你们也没有上课哈，你就说我们下一堂课2月7号我已经有报备，那我们14号的话，我们就说我们户外教学，嗯，讲户外教学，嗯。那么大餐没有，不是，因为他现在国父纪念馆的哈，国父纪念馆他们现在会查，他会查。现在我们是21号上，对，全部都不上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是因为刚好你看，为什么14号又要他们要讲要查？
十四号是、哦、过年那么对，要过年，对对对，他们应该上面知道没有？可是他就是他们就是会查，因为他们只有放除夕而已。就他们就是会查，所以我们真的讲说我们户外教学，讲一下讲一下，嘿。等一下，正好走进来，哎，你们怎么不知道？对，好烦。对，不对的哈。我讲我要打电话了啦。对啊，没有颜色，我用铅笔写啦。啊，我想讲你再来一块看看，该该七条就好啊。啊，你你就要讲增损了，你。王老师大概一回。老师在修改了，在论评一下。他会说，画要画这样，他比较好改。对呀、啊。他说改得很舒服，你们听过多次。你要有诚意就好了啦，没卖啊，没卖。不是，只有我改，我可以讲他。嗯。只有我可以讲他。我跟你讲哈，礼拜天他带那个谁，于老先生去看画。那于老先生就拿了一个大背包，啊，他呢手上空空。你真想不？就我差一点。110啊。嗯嗯。在路念到门口，我去接，然后画下给他。看你，你大笔一挥就要什么？好了，给我啦，大笔一挥在这里啦。两座山。不知道这两座山是什么山，金山银山。一个哥哥一个妹妹。哦，这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啊，啊对不起。那叫枕头山啦、你是回家拿画稿吗？没有，我把那个画册带回家。你不是调皮耶？怕你们真的是不小心哦。我不行啊，我画太丑了。以为你拿画来，我们你看大家都在，拿圈下圈中了，对，给我们抽的。他怕你们啊，到时候把它圈下圈中的。下一期吧，没有最新。我也记得春夏秋冬。做那个长播奖，话筒都要抽奖的。没有啦，这老师真的老气了，这老师这么认真。老师已经在家里已经画四张了嘞，一张给他，一张给他，他两张抽，等一下他先抽一张。哦，这怎么这么近呢？因为好几年了，他都没有。班长最辛苦了，我在坐车。对啊，在坐车。真的很近啊，很近。啊，这是大家的。啊，你不能再抽。哈哈哈！再抽应该这样放下去。说大家放弃啊，重说。我这一轮的话，你说
哎、欸，对哦，也可以的，也抽到，抽到再放弃，不要再建出来，这样不好玩，再建出来了，太痛苦了，干脆不要抽。对呀、啊，这还是不要了，已经没有跟你讲。